卷起来，对比图纸上面小老虎的头，然后差不多大就行，把它戳成一个椭圆形。羊毛撕乱，然后把它给拉开，裹到戳好的圆球上。接下来用细针浅戳，会使它表面比较平整。把另一半也给覆盖一下，戳上。把一点白色撕乱折叠，然后戳出老虎嘴巴的白色。然后在表面覆盖一层羊毛，然后把它额头这里给加高一点，
眼睛的位置伸出，放入眼睛。眼睛不好往里安的话，可以把眼睛下面这里给剪一下。接下来戳出它的耳朵，戳上它的花纹。先把它王字的花纹给戳出来。
的眉毛。把边缘给撕起来一点，这样和头戳到一起。将羊毛撕乱，然后折叠卷起来，戳出它的手臂。戳的时候，只将手臂前端的部分给戳实，后面有羊毛的一头，留着，方便后面和身体连接。它的脚要比手臂小一点。
这样把脚放到身体的下面，前面只露出一点点。在这里加上一团毛，这样戳出一个坐着的姿势。接下来就一直加羊毛，把身体戳得完整。接下来戳一个小狮子，直接把它给戳成一个小球。
这样把它给捏一下，捏扁。然后用黄色然后把小狮子和小老虎戳到一起，黄色搓成长条，然后戳住它的尾巴。取一团深咖色，戳出老虎尾巴尖尖那里的颜色。深咖色搓成条，环着尾巴戳一圈。